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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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奉上。咱这次的佛一是第十处，在第八处开始，咱在这所讲的内容就是介绍《无量寿经》第一处，将《无量寿经》经过以这个解放做简略的解说。在顶一处有提出到《无量寿经》五段重要的这个经文，第一段就是如来出世本怀文，这个本怀文讲，如来以无尽大悲勤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广遣道教，欲正济君明，会以真实之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中的根本愿，就是第十八愿，也就是念佛往生愿，身我得佛十方世界，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处正觉，唯独我欲诽谤正法。第三段就是第十八愿的成就文，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自不退转，唯独我欲诽谤正法。第四段就是弥勒菩萨护足文，就是佛意弥勒，既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地初人为得大利，即是具足无上功德。第五段就是得留初经之文，当来之世经得灭尽，我以慈悲爱悯得留初经，知足必遂。这五段文是无量寿经重要的这个经文。无量寿经，譬如讲，那是一座大厦、大经处来讲，这五段文就好亲像五枝条，撑起了这间大厦。其中第十八愿就好亲像大鸟。第十八愿是《无量寿经》之中四十八大愿的根本愿。在顶一处已经将第一段如来出世本怀文解说完，这处开始就是要解说第二段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总共36字，请咱合掌
这回来对我念一遍：神我的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处正觉，唯独我欲挥棒正法，请奉上。有关第十八愿的内涵道理，我有讲一部第十八愿讲话，在咱的这个藏书内底有出版。若是还未看过，有时间的人，请将这个第十八愿讲话至少甲看一遍。对第十八愿，就会当做充分的了解。这部《无量寿经》也叫做《如来出世本怀经》。这部《本怀经》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本怀文》所讲的非意真实之理。这个真实之理，就是指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愿，伊完全的名称叫做念佛往生成佛愿。意思就是讲，只要念佛，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会当快速成佛，得加诸旁共度十方众生。所以第十八愿就是《无量寿经》的核心、中心，好亲像一个人的心脏。《无量寿经》就是伫咧讲这个念佛往生的这个经法，啊，就是以第十八愿为中心点。第十八愿这个愿名叫做念佛往生愿，有什么根据呢？善导大师讲讲，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又搁讲讲，相尽一行，下至十声一声顶，以佛愿力愿得往生，又搁讲乃至一念必定往生，又搁讲《无量寿经》四十八大愿中，唯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以善导大师这几段这个法语，就会当了解第十八愿主要是伫咧讲念佛往生的内容，因此第十八愿的愿名则叫做念佛往生愿，也往生必定成佛，所以也是念佛往生成佛愿。因此，凡是净土宗的这个念佛人，啊，就是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净土宗的念佛人应该得先详细了解第十八愿的这个道理，因为第十八愿它是往生的愿，这样我们对第十八愿了解，
就肯定往生。对第十八愿若无了解，就无肯定会当往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以第十八愿为根本愿，其他四十七愿就是要咱使咱众生心魔极乐净土，然后呢来归入第十八念佛往生愿，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四十七愿、四十八愿之中，除了第十八愿以外的这个四十七愿，也叫做心魔愿。心魔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然后呢归入第十八愿，专一念佛来往生极乐世界，来领受着往生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的境界。极乐世界在无量寿经讲，讲是国土第一的这个境界，就是讲在十方国土之中，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是最第一，超越十方世界。在第八处的佛一介绍无量寿经的内涵的时阵，就引用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讲讲，令我作佛，国土第一，机长机妙，道场超绝，国如泥凡，如无顶霜。这几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讲，极乐世界是第一，在十方诸佛净土之中是第一，所以叫做国土第一。机长机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圣者，在十方净土诸菩萨师中是最第一，所以说极长极妙。国如泥凡，道场超绝，就是说成佛超越第一。国如泥凡就是说得到涅槃之乐，也是最为第一。所以极乐世界无论是依报、正报，以及伊的功能利用，在十方诸佛世界来讲，来比较，是超越第一的。尤其是咱若感受咱这个娑婆世界，有种种的这个灾难，有缺憾无圆满，是无常，是痛苦的，咱就更加羡慕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伊无灾难，非常安稳，伊清净庄严圆满，无所缺憾，伊是永恒存在，毋是无常的。极乐世界是无有众苦，但是有诸乐的境界。极乐世界是远离生老病死，生命永恒安乐自在。咱将娑婆世界甲极乐世界的苦乐做对比，咱自然就会厌舍娑婆世界，心魔往生极乐世界。何况极乐世界甲十方国土对比的时阵，极乐世界种种拢属超越
第一。在这世界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世界，咱理所当然爱得往生这款的这个世界。但要安怎往生呢？就是爱依靠第十八愿。第十八愿，他个家所讲讲，只要那是乃至十念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得要愿生极乐世界，自然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也因此，咱必须要对第十八愿爱有这个了解。那是了解第十八愿，咱就会知影几点的这个内容。第一，了解第十八愿是救度，不是修行。啊，就是讲净土宗是救度的这个法门，不是修行的法门。意思是讲，第十八愿就是净土宗，净土宗就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是救度的法，不是修行的法。因此，净土宗是伫咧讲救度的法，不是伫咧讲修行的法。安怎讲呢？阿弥陀佛为咱发四十八大愿，为咱累积万德洪明，呼叫咱得来予伊救。只要咱啊念佛，伊就要甲咱救到极乐世界。不管是圣人也凡夫，出家也在家，善人也是恶人，是平生也是临终，是人间的众生，或者地狱五鬼畜生，这三恶道的众生，只要能够念佛，能够听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都要救到极乐世界。所以就这点来讲呢，这个第十八愿净土宗的法，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救度，是救度之法，不是伫咧讲咱众生的修行。所以第十八愿，敢若讲念佛必定往生，无讲其他的法。确实，若毋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若毋是讲救度的这个法，需要爱咱众生靠自己的修行，才会当往生极乐世界。安尼呢，咱袂当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咱自我检讨，咱有在修行无？咱会晓修行无？咱到底有做什么款修行无？咱最后检讨，一切拢无。咱无真心修行，嘛无力量修行。修行的内容，修行的过程，就是讲三学六道。三学就是戒定慧，六道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咱唔免讲禅定或者智慧，单单以这个戒戒律来讲，我戒也好，十善也好，咱都做袂圆满，做袂来咯，何况讲禅定甲智慧呢？这个五戒十善若无具足，将来要出去做人，或者出世在天上，是无可能的。
就是对了三恶道，何方讲一旦超脱三界六道轮回，这是更加无可能。所以对咱众生凡夫众生来讲，咱的心就是追求五欲的心，无修行的心，咱的力就是造业的力，无修行的力。这阿弥陀佛拢知影，阿弥陀佛为着要救咱，为着要一定将咱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袂用迄个咱所做未到的来要求咱。阿弥陀佛要求咱，一定就是符合咱众生的根基，是咱众生所做的到。因为阿弥陀佛，所以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拔苦厄乐，一定要将咱众生救到到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在的根本愿里底，伊只要讲，你爱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是十方众生的归宿，相信阿弥陀佛是一位大慈大悲、主动平等无条件救度众生的佛。此后呢，只要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可以，安尼自然就会当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平生的时阵受到阿弥陀佛的保护，消灾化难，如来听从。临终的时阵，阿弥陀佛就放光提莲花来接引。咱只要想佛、念佛，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自然佛就有这种的这个功能作用来加持着咱。所以对咱众生特别往生极乐世界来讲呢，只要想佛、念佛，安尼就可以。安尼讲起来，第十八愿净土法门是咧讲阿弥陀佛的救度，唔是咧讲咱的修行。所以了解第十八愿，就会了解是救度的法，唔是修行的法。这个法，龙树菩萨伫这个《易行品》都用形容。形容讲，就是坐船，不是行路。念佛，好像坐在阿弥陀佛的本愿船，一定从此岸到彼岸，不是咱众生靠咱的脚在地面上在咧行，所以讲是生存非行路的这个法门。这是龙树菩萨在2000年前的这个譬如，2000年以后的现在有飞机啊，因此呢进一步，如果呢以飞机来形容，佫更加适合。众生那概括为三种来讲呢，一种就是凡夫，一种就是阿罗汉，一种就是菩萨。对凡夫来讲，凡夫根基下劣，要行路无够困难。对阿罗汉来讲，以信心勇猛，
健步如飞，一点钟会当行二十公里。对菩萨来讲，菩萨已经断除烦恼，而且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伊好亲像开一台车，一点钟时速200公里。所以，以这三种的众生，可以本身来讲呢，安尼就有真大的差别。凡夫连走路都无够气力，那是罗汉健步如飞，那是菩萨伊开车搁较紧。现在这三种的众生，拢无依靠家己，拢同时坐阿弥陀佛的飞机，安尼呢，毋是靠自己。在地面上是靠阿弥陀佛这台飞机的速度，以阿弥陀佛的速度为自己的速度，这样呢，无论是菩萨也好，罗汉也好，或者罪恶生死凡夫也好，拢共一时到极乐世界，从三宝的处境到极乐的这个彼岸，拢同时超越成佛的这个境界。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讲只要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安尼呢，五行就是人间的众生、天上的众生。这两种众生属凡夫，也声闻缘觉属这个小乘圣者，也菩萨就是大乘圣者。这五种的众生，拢同齐到极乐世界，同齐成佛，因为因唔是靠因自己的努力。修行是拢靠着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愿力。这里讲一切众生，那拢坐阿弥陀佛的飞机，安尼速度都唔是无同，都拢相同。以阿弥陀佛以这个力为咱的力，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为咧咱的这个功德，咱只要念佛，则拢完全会当得到。所以这呢，进一步了解第十八愿，就会当了解这个内涵。再来就是知影。圆形非难形，就是念佛，大家拢做会到，所以非常容易。为什么？因为伊简单，唔是困难。那是爱以这个自己去修这个戒定慧，去食六道万行，安尼呢？是难行道，是困难，是咱所做未到，唔是下咱的这个根基的。再来进一步的了解，是念佛非杂行，只要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从早到暗，从暗到早，从现在到临终拢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唔是修其他，所以讲十修十行，爱得诵经，爱得拜忏，爱得参禅，爱得研究种种的经教，深入经藏，然后进一步以戒定慧的过程去修。是者天台宗、
去吃花严宗，去吃禅宗，去吃密宗，种种的这个法，都不是，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佛非十行，大家都做得到。当然，也但进一步了解，是专一无杂乱。好亲像阿弥陀经所讲的，只要执持名号，伊本身就是一心不乱。如果若毋是执持名号，安尼就是二心、三心，都非常杂。所以阿弥陀经所讲的讲一心不乱，也就是执持名号的意思。因为执持名号是一，毋是二，所以就无杂乱。若会当念佛，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安尼也是真正的修行。如实的修行，就好亲像读我遮的譬如，以阿弥陀佛的速度为咱的速度，这种的速度，确实真正会当到目的地的这个速度。也那是靠咱的修行，搁较外年啊，苦修苦行，都袂当达到目的地。安尼呢，都毋是真正的速度，毋是真正的修行，因为咱过偌年啊，苦修苦行，都袂当使咱了脱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有缘在三界六道之中，伫个无穷尽的轮回，直接做做受苦受难。安尼讲起来，咱所修的行，毋是如实修行。因为伊袂当解脱生死，袂当成佛。要那是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会当使咱了脱生死，快速成佛，岂不是念佛，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讲起来，是救度啊，毋是修行的法，却是。如实修行，真正的修行。虽然是如实修行，真正的修行，不过伊只是轻松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已。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什么人拢做得到，也本身也毋是什么款的这个苦修苦行。这款的这个内容，拢。是伫第十八愿内底，因此呢，咱净土宗的佛人，得首先爱先了解第十八愿。所以讲，君子无本，本立而德生，爱先掌握着根本，根本掌握着，其他机缘回果。自然的在内底，第十八愿，所以讲就是本愿，也就是根本愿，是愿王，也是本愿王。第十八愿是四十八大愿之中的这个王，王就是主宰的意思。啊，就是独尊唯一无二的意思，也是统领一切的意思。只要有第十八愿这个愿王，自然四十七愿的拢总伫内底。第十八愿是净土宗的这个根源、本体、生命。如果若无第十八愿，就无净土宗这个。宗派，嘛无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成就法身慧命。所以第十八愿是最根本性、非常重要的。第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怀，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也同款是十方三世诸佛的本怀，也嘛是咱众生的本怀，众生的救主。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凭着第十八愿，才来建设极乐世界，才来存在世间，伫要救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若毋是为着救度众生，阿弥陀佛无一定会完成这个极乐世界，无一定会存在来救度十方众生。也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三世诸佛也好，因出现在世间，目的是要救度十方众生。要救度十方众生的这个法，唯有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念佛的这个法。因此，释迦牟尼佛也好，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也好，伊无出现世间便罢，一旦出现世间，伊的目的就是要讲这个阿弥陀佛的第十八大愿，来救度十方所有一切众生。咱所有一切众生出现在世间的目的，目的就是人生之目的，就是要了脱六道生死轮回，甚至要成佛，进一步救度众生。因此呢，这第十八愿也是咱众生的本怀，是咱众生的救主。无第十八愿，咱无得救的愿望；无第十八愿，咱未当达成离苦得乐、了脱生死轮回、快速成佛的这个愿望。第十八愿是超世愿，诸佛之王，光中极尊，大慈大悲，不可侮辱的所在。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叫做超世愿，超越十方三世诸佛之愿。但是如果若无第十八愿，安尼呢，其他四十七愿也未堪得讲是超世愿。阿弥陀佛受释迦牟尼佛尊称讲是诸佛之王，是光中极尊，也是因为有第十八愿。佛教所讲的讲大慈大悲，不可侮辱，这也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确实，若无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佛教所强调的大慈大悲、不可侮辱啊，不可侮辱，都未当达成。为什么？现在咱十方众生，尤其是罪恶生死的凡夫，受到六道轮回之苦，未当脱出，毋忙会当得到成佛之乐，却是未当达成。如果佛教之中若无一个法使咱不可侮辱，安尼呢？佛教所讲的大慈大悲，就是虚假，就是妄语。但是佛无可能虚假，无可能打妄语，确确实实八万四千法门之中有大慈大悲、不可侮辱的法，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救度，也就是第十八愿。所以第十八愿非常重要，是净土宗的根源，也嘛会使讲，就是整个佛法、佛教
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精华。现在来讲一件故事，叫做台脚上莲台，满室皆芬芳。牙卡上莲台，满室皆芬芳。这件事是伫这个加拿大的所在，伫一间养老的这个病院，伫这病院的这个老人，拢都是有老人的这个慢性病，或者轻，或者严重，住伫内底都是拢老人，住伫内底呢，除了食、困，啊，甲受着这个医生、护士的照顾以外，就是一个等候，等候死，等候临终。在内底服务的这个人员呢，有一位是按对大陆来的这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心腹真好，对人亲切，讲话也真柔和，因此呢，得到这个养老院病院内底医生啦、其他服务人员啦、尤其是这个老人啊，对伊真好感，拢称呼伊阿妹阿妹。这个阿妹所服务的这个老人的病房呢，其中有带两位老人，有一日，这个病房的一个老人，就伫底话讲有鬼，非常惊吓，非常恐怖。原因就是，伊暗时啊，伫困的时阵，拢互鬼来的叮心，因此呢，袂堪伫困。而且呢，也非常惊吓。有当时啊，困去，互鬼叮心，啊，得做这个恶梦，连续几啊天，拢是安尼。因为安尼，不止这个房间袂当安静，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病院，所有的老人也真惊吓。因为这个所在有鬼，所以所有的老人心中也拢有不安。那这个院长呢，病院院长，要安那呢？伊就请牧师，基督教的牧师，请牧师来赶鬼。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带着因几位信徒，啊，就到这个病房来。来祈祷，结果呢也无什么作用，因为暗时啊，迄、那个老人呢照常看到这个鬼来，因此呢，真济的这个病人，这个心情也真沉重。最后呢，这个院长就请这个出家人来诵经。因为在加拿大这个所在有很多国家的这个移民，有欧洲的国家、美洲的国家、有亚洲的这个国家，尤其是咱这个台湾移民过去的，或者大陆移民过去的这个华人很多，也有几间寺院，也有出家人在那里，也老百姓拢互相尊重，彼此的这个民族尊重，彼此的宗教也尊重。所以这个院长就请两位出家人
来上经。上经完了后，自彼人开始，一切就恢复平静。那个老人从今以后就无看到鬼，无受鬼伊这个干扰。此后呢，每暗拢会当好食好困。这个故事是发生伫这间病院的这个六楼，第七楼。有一位老人，伊叫做托马斯，伊已经是106岁，会使讲非常高寿，但是伊满身拢是病，尤其是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住伫这间病院已经是几啊冬啊，而且呢，拢都是倒伫。病床顶也无法度通好起来行路。伊知影这件故事了后呢，伊就向院长请求，请求讲，无过几天，伊就要过这个106岁的这个生日。啊，伫这个生日的时阵，伊伫世界各地的这个子孙。拢会来这个所在汇合来庆祝伊的生日。伊请求院长，伊生日的这天会当请这两位师父来甲伊上经庆祝伊的生日。真正，伊生日的时阵，院长就请这两位师父来上经。这两位师父上经的时阵，这病院的人、医生啦、护士啦、其他的老人，或者徛伫边啊，或者坐伫轮椅，或者倒伫病床顶，啊静静啊来伫咧听。虽然因对师父所上的这个经文听无，也无了解。但是，因就感觉讲，这个气氛呢，真正庄严，令人肃穆恭敬。虽然其他的人听不出师父在上什么经，不过这个阿妹知影师父所上的经，就是《阿弥陀经》。师父上经完了后呢，大家就准备伫要切这个蛋糕。伫迄个时阵呢，大家拢闻到一种真奇特清香的这个香味。也这个106岁的老人托马斯，伫迄个时阵呢，目睭就看到这个空中。也着微笑欢喜，伫咧讲哇，真大个莲花啊，真大个莲花！我要去咯，再见再见。话一个讲完，这个老人呢，着双手合掌，着当下断开，当下往生极乐世界。各位莲友，我头先正所讲的这件故事，大家听有清楚无？这件故事伊的标题叫做“抬脚上莲台，满室皆芬芳”。这件故事充分显露证明阿弥陀佛的这个法。是救度的这个法，不是修行的法。如果那是修行的法，这个老人就袂当看到莲花，坐到莲花，往生极乐世界。也因为
这个法是阿弥陀佛积极主动平等无条件救度任何众生的这个法，所以才会当使不管是有修行无修行，最后伊想要往生，也会当往生极乐世界。现在啊，请大家起立，准备经行念佛。大家家所讲的这件典故故事，抬脚上莲台，万事皆芬芳。这件故事有编在我们的这个净土宗上月刊，也有在我们净土宗的这个网站，我们只要上网去查就有。这件故事真会当显明救度的这个道理，显明咱这个法门是在讲阿弥陀佛的这个救度。这件故事予咱有几点的这个启示。第一点就是讲，这个106岁这个老人，伊听到师父来上经了后，对方得当安静好困，从今无阁受这个鬼魂的这个干扰，所以这个老人也可以讲就是宿舍的这个佛缘已经到了，伊感觉上经真好，这个师父上经会当赶鬼，会当辟邪，会当解冤，会当得到安全、平安、安宁、安稳，会当吉祥、吉利，有利益、有好处。相信这个老人伊就是有这款的这个感觉啊。各位莲友是不是？上经到这尼啊，这个好处，因此呢，伊无几天就要做生日，所以就要求院长请师父来上经，对伊来讲呢，是最好的这个过生日、庆祝生日。第二点，其实这个老人已经是会使讲属阴中的现象，只不过就是因为执着啊，106岁，会使讲不但是高龄，而且是超高龄的这个老人，但是因为心脏胆病已经几十年了，拢倒伫这个病床顶，对伊来讲呢，会使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愿。但是受这个脑病的这个苦，会使讲是点滴伫这个心头，这种的情形，会使讲就是临命终的时阵，但就是因为有一大堆的这个子孙眷属，所以属于难分难舍，有一种执着子孙，要阁看子孙，甲子孙做伙，迄种的这个执着。各位莲友，咱若活到106岁，好无？对，爱长寿，但是唔好想坐会；爱长寿，但是有一个原则，得爱健康，唔好倒伫病床顶，互人饲，互人垃圾垃圾，对唔对？
人生所以讲生老病死是一个过程，病当然是苦，要老老也是苦，因为老的本身也是一种病。老的时阵，五脏六腑各种机能拢已经衰退，拢已经衰退，啊，感觉袂轻松，所以讲老也是一种的这个苦。虽然好亲像无什么病，不过老的本身就是病，所以咱希望长寿，但是更加希望健康。要希望长寿佮健康，必须要从今开始呢，多多念佛，有阿弥陀佛消咱的业障，消咱的业，消咱的障碍，增加咱的这个福报。好亲像讲，咱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听经闻法，共修念佛。这个时阵呢，最好是嘴爱甲开较开咧，啊，声音呢较大声咧，啊，为什么？有难得共修的机会啊，因为阿弥陀佛对咱的这个呼叫，伊呼叫着咱。伊要求着咱爱互伊救度，是非常积极、非常迫切，会使讲是非常的诚恳。阿弥陀佛呼叫咱往生极乐世界，十劫以来非常诚恳，呼叫咱到现在十劫以来啊，会使讲就是无量。诶，这个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拢一直伫咧呼叫咱，得阿互救到到极乐世界。十劫以来，不断伫咧呼叫咱，按对极乐世界呼叫到这个娑婆世界。阿弥陀佛，非常的急切。非常的迫切，好亲像慈爱的母亲伫厝内盼望着流浪的囝儿早一日会当回来家门，迄一般。所以咱回应阿弥陀佛的呼唤，咱也同款爱出自内心，诚诚恳恳，实实在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咱伫咧念佛，更加爱知影是阿弥陀佛伫咧念咱。伊念咱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同款也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咱回应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呼叫，接受阿弥陀佛的邀请，要愿生极乐世界。也是出自咱的内心，诚诚恳恳，实实在在。因此呢，不知不觉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恳切，就会出自内心，而且呢，就会精神兴奋，心情快乐。所以讲，踊跃欢喜来咧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尤其是咱自己检讨。生生世世以来，轮回六道到现在所受的苦，确实讲无量无边，苦不堪言。今仔日有阿弥陀佛的救度，会当得到人身闻到佛法，有着阿弥陀佛救度的这个法门，咱的心情是甚么款呢？同款也是。稀有难得的心情，也是兴奋、踊跃的心情。所以，咱直接共修，那念佛的时阵，咱嘴开要较大嘞，啊，声音按对咱的丹田出力出来念，来回应阿弥陀佛对咱的这个呼叫。当然，这个法门讲，就是这个救度的法门。只要念佛，
每一每人的这个根基去念佛，不管一天会当念几句，不管念佛的时阵心中有烦恼无烦恼，有杂念无杂念，依咱的这种根基，只要念佛，迄拢不管。会使讲就是以行道，但是咱直接听闻到阿弥陀佛的救度，不知不觉这个心情就甲平常的这个心情有无同。好像要讲这个火炭，这个火炭若是放伫仓库，火炭是冰冷的。今仔日这个火炭是共同放伫火炉里，所以是真烧热。啊，论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执着，执着是咱众生的本性，执着贪，执着嗔，执着痴，执着，执着顺境，执着逆境，对咱好，咱也执着；对咱歹呢，咱嘛藏伫心中咧执着。咱各位人，你有执着无？足执着的，我本身嘛是真执着，敢若毋是执着，就已经超凡入圣。所以凡夫的本质就是执着，就是贪嗔痴啊，甲执着分别。这个老人就是执着。咱若伫临终的时阵，心若无执着，要往生是真紧真自在。心若是有执着，有执着，安尼就是断开啦，伊嘛也唔愿离开这个肉体，离开这个家庭，因为伊有执着。倒伫病床顶昏迷的人，伊若无执着，伊就会真紧往生。若有执着，安尼有当时啊，一当两当，拢要倒伫迄个所在。伫香港有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身染重病，会使讲未食未啉，奄奄一息，剩甲一开始啊，尔尔。医生也判断讲，这个老太太只不过是差不多一礼拜七天的生命而已。但是，这个老太太伊有一个后生，这个孤囝，孤囝是去伫这个南美的所在，啊，一直拢无消息。伊的心中就是伫咧挂念伊这个囝儿，也伊的亲戚朋友知影，就到处去找去联络伊这个囝儿，到甲找到伊这个囝儿，伊这个囝手续办好势，坐飞机来到香港的时阵，已经是拖五个月，已经拖五个月啊！到甲这个老太太，知影这个囝儿来到伫伊的身边，呼叫伊。迄个时阵呢，伊才转回去，才转回去。论这个老太太，未食未啉，以医生的判断，就是差不多七天的生命而已。结果呢，会当活五个月，啊，就是讲伊倒伫遐，倒伫遐，迄口气无断，安尼拖五个月，为什么？就是执着，执着要看到伊个囝，要听到伊囝儿的这个声音。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念力，念力也是不可思议。这个念力的这个意志非常强，执着非常强。第四，伊的身体拖五个月，那这个106岁的这个老人，同款也是有这种执着的这个心理。所以若无执着，当下化往生就往生。这是属第二点。第三点，临终的人会当看到这个阴界，
看到这个冥界，因为一个老人，尤其是心脏重病啊，这个老人接近临终，这个老人也就是所以讲阴盛阳衰，阴盛阳衰啊，就是讲伊这个阳气渐渐衰退，也阴气渐渐增长，阴气若增长，伊就会看到伊将来得要去迄个境界，伊就会看到一般咱的这个肉眼看袂到的这个境界，就好亲像这个病房看到鬼魂迄个老太太，老太太是八十几岁。会使讲就是阴盛阳衰，所以才会看会到鬼魂。啊，如果若是要身体健康、啊年轻、啊要少年、阳气强盛，安尼呢，自然都袂遇到阴的，袂看到这个阴的这个境界。第四点，就是迄个时阵，大家拢有闻到这个香味。啊，甲这个106岁的这个老人，伊目睭看到空中，啊讲啊空中有莲花出现，然后呢，伊就心情欢喜，甲大家呢挥挥手，讲一声哦再见哦拜拜，伊当下就断气就往生啊，这个显示佛菩萨出现的这个现象，虽然伊讲伊看到莲花，无讲伊有看到佛宝啊，但是佛也好，佛光也好，莲花也好，迄拢都是一体。一旦那是看到其中之一啊，安尼就知影讲佛菩萨已经到位，无行中都会受到佛的这个摄受，受到佛的安慰、保护、启发，啊，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这个106岁的老人，也会使讲，伊寿命已经到，只是讲伊的心念有执着无，伊的心念愿要往生无。在迄个时阵，伊的心念想要接着莲花加阿弥陀佛去，所以一念之间就接着莲花就加阿弥陀佛去，这就是所说的说前念明中后念即生。第五点就是说，若是遇到这个法啊，看到佛来，伊若得要愿往生极乐世界，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人，不管是善或者是恶，论这个老人106岁，伊有皈依无？伊有食素食无？有修行无？伊拢无。伊是就是外国人，外国大部分所传扬的拢都是基督教加天主教，无佛教、佛法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老人呢，对伊来讲，伊佛法完全拢唔知影，所以伊也无甚物，所以讲信、愿、行拢总无。对伊来讲呢，伊对佛教就是讲一片的这个空白、空白。但是当下，伊想要往生，也会当往生，为甚物？因为伊遇到这个法，为什么呢？因为师父是为这个老人诵经，所诵的经啊，所诵的经，不是《金刚经》啊，或者《华严经》、《法华经》，
地藏经、维摩诘经这类的经，因为那是这类的经呢，得加极乐世界、加阿弥陀佛，是假小块有关系，是假拢完全无关系。但是这两位师父为这个老人所上的经，就是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从头到尾文文句句，拢都是伫个讲极乐世界嘅清净庄严，极乐世界嘅无有上苦但受诸乐，就是伫个讲阿弥陀佛嘅救度，只要那是念佛得当往生，只要那愿要往生得当往生。这部阿弥陀经也叫做诸佛所护念经，就是十方诸佛拢来证明，证明这个法啊，念佛往生的法是实实在在无虚假。十方诸佛也来劝着十方众生，拢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上这部经的时阵，阿弥陀佛就出现。所以这个老人呢，伊106岁，阴盛阳衰，伊就看得到，也其他的人无看到。也伊一旦看到的时阵，伊心中就会受安慰，受启发，启发讲啊，唯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境界，确实伊所需要的，会当属于离苦得乐的，所以当下一念之间，伊想要往生，就往生极乐世界。第六点就显示讲，净土宗就是阿弥陀佛绝对救度的法门，无讲任何的条件，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福德。啊，那无论这个老人，伊无皈依，无食菜，无其他的修行，一生来讲呢，连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无，就是到最后，伊微笑向大家说再见的时阵，伊连一句阿弥陀佛嘛拢无念过去。尽管是安尼，伊照相呢是看到莲花，照相呢坐到莲花，往生极乐世界。先是讲往生完全是靠福德，靠阿弥陀佛的愿力，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力，不是靠其他的这个法，更加不是靠自己的这个力。所以咱只要若是要愿生极乐世界，此后想佛念佛，就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可以说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但是所得的这个果报却是非常大，非常殊胜。小小的动作，小小的动作，只要开嘴念佛，就能得到大大的果报，也就是成佛的果报。第七点，这个老人啊，因为加减还可以当讲话，所以呢，才讲出啊有莲花，大家再见啊。确实，伊那是昏迷，昏迷断开了后，经过助念，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已经昏迷的人，尤其是断开的人，当然伊未当向咱讲伊所看到的境界，啊，就是看到佛来，看到莲花，看到这个佛光啊。但是依照这个道理，咱就知影，咱念佛阿弥陀佛的应声而现，
就闻声救苦，就摕着莲花来接引对方，就好亲像这两位师父为这个老人上《阿弥陀经》，迄个时阵阿弥陀佛就摕着莲花出现在这个老人的面前。要对咱来讲呢，咱了解这个道理啊，咱得爱有相信，有愿望，相信有极乐世界归宿，有阿弥陀佛的救度，有愿要受着阿弥陀佛的这个呼叫，愿生极乐世界。此后呢，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不舍。对咱来讲呢，就是有信、有愿、有行。虽然有信、有愿、有行，最后归属伫这个行，念南无阿弥陀佛。也这个行也毋是靠咱的这个自力啊，念佛的本身就是伫咧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念佛的本身就是大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大功德，圆满着往生成佛的功德。所以念佛伊毋是什么款的修行，却是大修行，真正的修行，圆满的修行。有一位司机，伊开巴士，大台巴士。伊本身是无信佛念佛，毋过因老母是信佛念佛的人，所以伫伊个心中就有这个念佛的印象，因为因母亲念佛嘛。有一天，伊开这台巴士上高速公路，看到高速公路对面发生这个连环车祸啊，啊，有人当下来惨死去。迄个时阵，伊看到对面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人抱着因翁婿伫在痛哭，因为因翁婿伫当下车祸来死去。这个司机呢，伊看到真不忍心，不知不觉的念阿弥陀佛，正在伊念阿弥陀佛念到第二句的时阵，伊看到对方三十几岁这个妇女人手中所抱因翁婿的这个尸体呢，浮出着这个翁婿的这个身影，而且呢向着伊来跪咧合掌，表示地下，表示这个隧道下。啊，这个司机伊将来也毋捌红跪咧拜，所以看到的时阵呢，伊就甲讲：“你进去，你进去。”这个时阵，对方的这个身影，就向着空中，向着西平而去。这件故事也当显示净土宗是救度的这个法。对方遇到车祸，当下失去生命，咱为伊念佛，阿弥陀佛，就是闻声应现，闻声救苦，来救度伊。所以迄个人，伊当下就受到阿弥陀佛的佛力牵引，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对方伊无念佛，咱为伊念佛，阿弥陀佛就知影，就会来救度对方。何况讲咱现在念佛，一直到临终，念念不舍。
阿弥陀佛，哪会唔知影？哪会袂来甲咱接呢？所以伫《观无量寿经》就讲讲，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呢，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念处不暇。所以咱一个念佛的人，一生之中，拢受着阿弥陀佛的这个不暇的光明，这个保护，现生保护，现生等待，到到临终，临终就提莲花来甲咱接引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法门啊，就是救度的法门。啊，要安那受阿弥陀佛的救度呢？阿弥陀佛就是以名号来度众生，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来救度众生。所以咱只要以咱的根基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呢，咱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咱呢就是已经和阿弥陀佛救掉。所以咱这个法门呢，就是念佛的这个法门，啊，伊的这个根源，就是伫这个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就是伫咧讲念佛的这个愿。这个愿啊，愿有两种的这个分别，一种就是通愿，一种就是别愿。通愿也叫做总愿，啊，就是讲诸佛菩萨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特别上求佛果，下化众生，拢爱发到这个四方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四方誓愿是每一位菩萨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特别成就佛果，拢共同爱发的这个愿，所以叫做同愿，也叫做总愿。佮另外一种就是别愿，啊，就是每一尊佛。伊伫因地成为菩萨的时阵，伊个人个人所发无同，伊即个愿啊，就是讲除了即个四方誓愿以外，伊个另外所发的愿叫做别愿，或者讲释迦牟尼佛所发的即个五百愿，或者药师佛所发的即个十二大愿、十二愿。一只地藏菩萨所发来讲，这个地界不空，誓不生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个愿，这呢，拢属这个别愿。阿弥陀佛除了四方誓愿以外，搁发这个四十八大愿，所以四十八大愿也是属这个别愿。而且呢，这四十八大愿。是十方诸佛菩萨别愿之中的这个别愿，啊，就是讲甲十方诸佛所无同的，唯有阿弥陀佛个别所拥有的。这四十八大愿，甲其他诸佛所发的这个别愿比较呢，这四十八大愿特别。开阔，啊，就是讲特别宽广，特别这个深切，超越十方诸佛。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伊的自己发誓啊，就抓讲讲，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殊愿不满足，誓不成定觉。啊，就是讲阿弥陀佛的别愿，四十八愿叫做超世愿，是超越十方三世诸佛的。十方三世诸佛无，独独阿弥陀佛有。不只是阿弥陀佛以自己
发这个愿，自己安尼伫咧讲，就是释迦牟尼佛伊伫无量寿经内底，嘛是安尼伫咧介绍，安尼伫咧宣扬，因为这段五经超世愿的这个经文，这个原文，就是伫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无量寿经内底。也唯有有这第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才堪得讲就是超世愿，因为四十八愿之中，唯愿是其他诸佛也有的，但是其他诸佛所无的，就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会当使十方众生平等。无条件往生极乐世界，论十方众生是何等的这个开阔，就是讲十方国土所有的众生，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众生。拢属十方众生，论其他国土的十方众生，同款也是属十方众生。但是，咱这个五毒恶世的这个人间道的众生，甲其他净土的众生非常无同。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三宝世界五道恶世这个众生烦恼比较较深重，罪业呢也比较较深切，是其他诸佛所无办法通救度咱，因此呢是乎十方诸佛所舍弃。其他的这个诸佛菩萨未当救度，但是阿弥陀佛会当救度，所以这个愿岂不就是超世愿呢？因此，善导大师则称赞这个愿，讲的是别异之宏愿，就是甲十方三世诸佛。有无同是特殊的属性的，而这个愿，所以叫做别异之宏愿。也释迦牟尼佛也伫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赞叹这个愿尤其是伫这个一部经叫做《弥陀记经》。赞叹这个愿，讲发愿入诸佛，就是讲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是超越十方诸佛的这个愿，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愿别愿，也叫做超世别愿，也叫做别异宏愿，这个愿。要根本愿甲因本愿的这个分别，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那是论以这个因地来讲呢，这四十八大愿拢叫做因本愿因本愿就是讲因本是甲这个果报互相。相对，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菩萨的时代所发的四十八大愿，每一愿每一愿拢也当称为本愿，因为有这个本愿的这个因，才会当达成成佛的果，完成极乐世界这个果。就是
四十八大愿的完成，才会当成为阿弥陀佛，成为极乐世界。所以，按对因本来讲呢，愿愿拢都是本愿。过来，那是按对根本来讲呢，根本就是对机缘啊来讲的。在这个每一愿每一愿拢是本愿的这个当中，必定有一个愿是根本愿，也其他的愿呢，是由这个根本愿所出生的这个机缘的愿，拢就是这个为着要达成根本愿所发的，拢是要归结在这个根本愿里。所以呢，由这点来讲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中，只有是第十八愿才是属根本愿，啊，就是讲其他的四十七愿也拢真重要，会使讲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那无第十八愿呢，安尼即使有其他的愿，或者其他的愿拢完成，安尼嘛无存在的这个意义。譬如讲，四十八大愿之中第一愿叫做无三恶道愿，啊，就是讲极乐世界无三恶道。因此，不管有罪业无罪业的众生，以往生极乐世界，永远无可能堕落伫三恶道，因为极乐世界根本就无三恶道这个名称甲这个事实。啊，第二愿不惊恶道愿，就是讲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伊若将来想要到其他十方世界去显化救度众生，也永远无可能会阁堕落三恶道。啊，第三愿就是十戒禁食愿，第四愿就是无有好手愿，就是讲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拢甲阿弥陀佛同款，同款就是金色之身，同款的这个眼貌，同款的这个上好庄严。再来比较讲第五关到第十关，就是讲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自然拢会当得到六种的这个神通。乃至第十一关，就是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当下不退转，当下进入涅槃成佛的这个境界。可以说四十八大愿，第十八愿其他的这个四十七愿呢，每一愿每一愿都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可是这么好的所在，这么殊胜的境界，如果那无众生往生，啊，就是讲无第十八愿，安尼，这个愿嘛无存在的意义。四十八愿虽然每一愿每一愿拢非常殊胜，其中呢是以第十八愿为最殊胜，因为伊是愿王，是根本愿。如果若无第十八愿，也就无十方众生的往生。无十方众生的往生，安尼读我遮所讲的，第一愿无三恶道，第二愿不惊恶道，第三愿十戒禁食，甚至第十一愿十戒成佛等等，遮个愿呢，伊凭什么会当成就呢？嘛袂当成就，嘛无可能成就。甚至极乐世界的这个建立也无意义，因为第十八愿讲讲，就不生者不处正觉。若袂当使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袂当成佛，甲袂当成佛，所有的愿就袂当成就。第四四十八大愿当中，唯有第十八愿有一辈子讲就不生者不处正觉。所以第十八愿就是要使十方众生往生的这个愿。极乐世界的建设
其他的四十七愿的思想，拢都是为着十方众生的往生，才来建立的。好亲像讲，这个爸母为着这个囝来起这个厝，这个房间要安怎来隔间，客厅要安怎布置，花园要安怎来设计，这个前院后院要安怎来规划，这种种的这个设想，拢都是为着这个囝，这一切。拢总建设好势，拢总完成。但是这个囝，伊袂当倒转来住，或者无囝通个倒转来住，安尼所起的这间厝有意义无？阿弥陀佛，种种的这个愿，拢是为着十方众生的往生成佛所发的。第十八愿是念佛往生的愿，有这个愿，众生就会当念佛往生；无这个愿，众生就袂当念佛往生。袂当念佛往生，其他的愿当然就无存在的意义。所以就这点来讲呢，第十八愿就是真正的这个本愿、根本愿。所以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伊也解说赞叹这个愿。安那赞叹解说呢？释迦牟尼佛讲讲，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解释得彼国，住地不退转。伫遮所讲的讲，其佛本愿力，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本愿力。阿弥陀佛什么款本愿力呢？只要听到这句名号，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自然啊，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自然就会当进入不退转的这个境界。所以本愿力，就是这句名号的力量。一这句名号的力量，在四十八大愿之中，干那第十八愿才有讲到。其他，比如讲第十九愿也好，第二十愿也好，拢唔是专门伫咧讲念佛的愿。所以这首偈也叫做《本愿成就偈》，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解说第十八愿的这个内容。由此收集就知影讲，释迦牟尼佛唯有以第十八愿为本愿，毋是以其他的愿为本愿。要显得大师也将第十八愿称呼是本愿，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所以显得大师以注解《观无量寿经》。在最后结论的时阵，就讲讲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就是解说讲，释迦牟尼佛虽然在《观无量寿经》内底介绍这个十三种定入定观想的这个法，啊，也提出着。三福啊，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啊，但是就阿弥陀佛的本愿来看呢，就知影讲释迦牟尼佛以讲说十三观啊，甲三福九品的本意，唔是伫十三观里，唔是伫三福九品里，是伫这个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这就是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所以第十八愿就是本愿，第十八愿的内容就是叫咱众生一向专称
弥陀佛名，公告家。